终于差不多了。啊，我的飞行器。照亮你我曾经身上的夜空，一个眼神来确认相信你的灵魂，大波不必的天分，不愿在原地乖乖坐等，生活的气氛，像骑士，像微星的美梦，发现我的世界中人生最后快平凡，显得还不够完满，你把双臂张开，说要弥补缺憾，连空气都变柔软，时间喷出点燃火花闪烁，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，无论是泪水还是幽默，请安心交付于我，再次回到梦境，阳光透过树影会发生却已经熟悉的剧情，是相约的声音，无限的可能性，请让我朝着你坐在天际光速飞行。天气晴朗，没有风，能见度很好，从天空俯视大地的感觉真棒啊。原来这座城市的边缘是这么美丽的一片沙漠。怎么回事？突然解封了。这是龙卷风。糟糕，风越来越大，那天竟然撑不住了，你快逃。龙卷风的风眼正中有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
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，但我承认这是件很幸运的事，因为这场及时雨我又能多活一阵了。书上读过青蛙雨这种现象，或许这场果实雨也是类似的情况。某处的果子被风卷到天上，又落在了这里。总之，有了这些果实，我应该是饿不死了。啊，那边有人，快去看看！难道是从沙漠里爬出来的？快去叫医生！啊，好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喂，坚持住啊！这个村子不大，房子样式简单，全是小屋。经过和村民交谈，我得知这一带经常刮风，房屋为了防风都盖得不高。我的病房是靠窗的，在我养伤期间，因为无事可做，只能看看窗外的风景。但是就连从这里，我都能看见沙漠里有一柱龙卷风日夜不停地翻滚旋转。你可真是大难不死，居然能从沙漠中心一路爬到这里来。哼，我工作这么久，你这样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。啊，是啊。总之你好好休息，过会儿我们回来帮你混腿上的纱布。嗯，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，但是腿却没有保住。忍耐一下，马上就换好药了，再忍耐一下。疼，真的很疼。我虽然努力不去想，但每天我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，我的双腿没了，全都是因为沙漠里的那场龙卷风，全是因为他。我再也不想看见龙卷风这种东西了。啊，敲玻璃的声音。这花似乎是沙漠里特有的品种，为什么会飞来这里？它似乎在努力地敲打着玻璃。进入沙漠之后已经遇到过不少怪事，但这件事情实在是离奇的过头了吧。嗯，暂且把窗户打开，看看那朵花会不会飞进来。这是停在空中了，风拖住了它。我发现我
似乎也没那么讨厌。窗外日夜不停的风了。这个，你是从哪里捡来的？捡来？这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捡来啊？他是自己来敲玻璃，然后我就把它拿进来，然后放在这里就。好吧。可是也真奇怪，虽然沙漠里偶尔会刮龙卷风，但刮这么久的可很少见。啊。从你住院开始，它就没停过。是吗？是啊。总觉得你和这龙卷风。我能拜托你件事吗？啊？帮我买一件东西。现在的义肢已经很先进了，只要多加练习，你就能和一般人一样正常走路跑步。这里交通不方便，我可是想尽办法才帮你弄来的哦。先进？我让你买的是德国产的，现在这感觉，你不会是买了山寨货吧？能力满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可是，这可是我将来身体的一部分啊，不能说将就就将就啊。谁让你将就了？我可是找了好久才挑的这个，店家都说了这种是最坚固的。你到底在哪儿买的？淘宝。康复练习的确很辛苦，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放心，我可以的。先恭喜你，再次站起来了。你能不能帮我重新买一个？平时我也会坐着轮椅在村子里四处转转，由于多风的缘故，通往村子的路容易坏，村子的经济一直不太发展得起来，不过也因此村民们都非常淳朴。你在干嘛啊？谁允许你出病房的？你不要命了啊？给我站住！我发现自己时不时就会眺望远处的沙漠，还有沙漠中不曾停息的龙卷风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的确在风眼里看到了一个人影。啊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你的腿
应该没事了。这段时间陈萌你照顾了，看来是时候说再见了。有时间要回来看看大家，一路平安啊。小绿哥哥不要忘记我们呀。放心吧，你也要好好长大呀。嗯。那、你是我治好的，所以不许生病。嗯，我走了。不知从何而来的花瓣如同雪片般飘在我的四周，这些花瓣的颜色和之前飘进我病房的那朵花的颜色是一样的，那种是在沙漠里开的花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一幕，虽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想法毫无来由，但我总觉得这场花瓣雨是那个身影送给我的鉴别礼。大家好久不见了，接下来还要拜托各位了。回来了。两年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肯定比你好。腿怎么样了？还不错，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。带我去村里转转吧。两年后我回到了这个常年吹着风的村子，这里没怎么变，很多村民也还记得我。然后我们来到了那里，这里的风还是那么大呀。嗯，从你上次来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停过。让你久等了，我回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两年我做出了可以在空中悬停和垂直起落的单人飞行装置，我的双腿是机械腿，加装零件很方便，这反倒让我因祸得福了。怎么样，很棒吧？你这是要……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去完成一个愿望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这一天我等了两年，我这就去找你。啊！你这里风太大了，这样进去一定会……啊，风眼。这一次不会再被你打败了。
为急速奔流的机甲不同，梦魇里的空气平静异常。你好，终于见面了。哎，你知道我？见过一次，大概两年多前，我的飞行器在这里坠毁，当时我依稀看到风眼里有一个人，是你吗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你的腿也是。对不起，好，我先说我想说的话吧。我来找你是想把这个给你。金属花。好漂亮。收下吧，是我特地为你做的。谢谢。来，按一下它末端的开关。这样。这就是我和小兰的第一次见面。心心摇摇人流在每一个街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钢铁丛林之中闪光的摩天楼，突然回首在大厦门口。在飞机上渐渐来回旋转，小的一扇门被打开就抵达彼岸，陪伴深了却心情都等待完善，便偷偷起床亲夏天家，你就变得一包依然包括鸡蛋的手机里，画面途中的冰淇淋，下班路上的火烧云，空的社区已经远去，时间崩坏的每一天，时间稳定的在身前，都不及不嫌你磨练，这是意外还是细节。我在每一个街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当铁丛林之中闪光的摩天楼，突然回首在那扇门口，熙熙攘攘人流在每一个街头沉默，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隔着屏幕为了所有模拟少女思念的心发愁。